大家好，这里是破灭排球。2016年斯诺克世界公开赛第一轮，丁俊晖大战罗宾赫尔。比赛第一局，赫尔这杆安全球看似没有问题，结果丁俊晖一杆超远台三星传球技惊四座。解说直言这杆就是进攻，并不是防守。让我们一起看看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。前面两颗红球这个位置还不错，但是离第三颗红球的位置有点远。漂亮。哎呦，而且他这杆球的力量是带着校位，并不是防守，就是特别有把握的。非常正。